我等军节度使函见守太傅、中书令、新德尹、封颍川郡王，赐铁券，并御写忠贞以遗之。见类上表辞王爵，乃改封许国公。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进封临清郡王。是月，弘信卒，赠太师，谥曰庄肃。牙军立其子副大使少威之兵马事，寻赐之节钺。十月，丁有硕、河南尹张全义旧家侍中，便将朱有功自江西行营，还过安州，杀刺史武余，遣部将守之，便将张存敬以兵袭蔡州，刺史崔洪纳款，请以地衔职于便，许之。十二月，丙寅，李克用将潞州节度使薛志勤死，则州刺史李罕之臣其吴帅袭潞州。